20块钱吃点啥呢？20块钱，来碗抻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宋小宝，哎呀妈，我老喜欢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宝哥，咱俩照个相。行行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上这，来来。行，好。来，坐这，坐这，坐这，你往那点。哎呀！妹儿，呀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这体格啊，咱俩坐这个凳子坐不下。来，坐来。那我搭俩边儿吧。来，那你坐，你坐实了，你坐实。哎，你坐实。哎，大哥，哎，猛点啊！一二三，你站起，站起，来，再来，再来啊！一二三，谢谢宝哥啊！谢谢你。我发微博行不？行。那我圈你，你转发。那你叫啥名？大脸猫。钱头我给你转发呀，整个转发呀、啊、谢谢宝哥，拥抱一下吧。好谢谢宝哥，哎呀妈，太高兴了。哎呀妈，遇到宋小宝了。小宝，哎呀，你好。哎呀，你也认识我大爷？电视上总看到你呀、啊、尤其是我老伴儿啊，他特喜欢你呀、啊、哎呀，大爷多大岁数了？今年60多了。60多呀、啊、还喜欢我呢。哎呀，每次看到你呀、啊、把他乐完了。哎呀，那太好。哎呀，回去代我谢谢大姨啊。哎呀，他要是今天能知道你到这儿来呀、啊、得把他乐坏了。咱改天来的、有机会跟他照张相。好，没问题、没问题。你们也挺累的，多点点好吃的啊。好吃啥呀，今儿出门忘带钱包了，就带20块钱，凑合吃一口吧，节俭。哦，行、节俭点好，节俭点好。行，你忙来。哎，我忙去了啊。忙。哎，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点点什么？那个。啊。烤鸡头啊。完了呢？那个，你不看电视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天忙啥样了？我都累这样式，我哪有时间看那玩意儿？不看那玩意儿，说点啥？点菜吧。嗯。点菜。说。给我来一个，来一碗抻面。抻面。嗯。8块。来一盘拌菜。拌菜6块。再来一盘花生米。3块。完了呢？完了，够了。你不来个鸡架呀、啊？咱家鸡架特色，老多客人都奔咱家鸡架来的，可好吃了。鸡架好吃啊？那你看，来一个。哎呀，好嘞，鸡架8块。不要了。咋的呢？我小时候就不怎么爱吃鸡。不要。那这够了，行、啊。来瓶啤酒不？啤酒来瓶去。哎，好嘞，啤酒4块。哎，不要了。怎么的？不要了，我喝啤酒身上过敏。七嘎子，就来一头大蒜。大蒜不要钱。2头。等着。哎呀我去！哎我小勇，我搁电视上看着过你。对，是我。小沈阳。哎呀，演的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你。不是哥，你可能认错人了吧？现在宋小宝，我最烦他。演的啥玩意？演的东西太善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他长那么黑呢？他呢啊，像小黑驴似的啊！离老远一看，就俩牙搁那飘着，嗖嗖的去。哎，我说缘分，我也膈应他。兄弟，缘分，哎呀，这个人碰到你了，哎呀，这家伙这缘分，我老喜欢你了，缘分，到齐了啊！这真是缘分呀！好嘞，慢点，不要急啊。你慢用啊！好，真我兄弟，真大腕，整吃这玩意儿。哎呀，抽吃一口就行。服务员，过来！不是，你的先生，你点点啥呀？哥，你看，初次见面啊，来，说，给上俩菜，哥，你那么点啊，这我都够吃了。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，还不行吗？给面不？给面不？不是，咱不给面是不是？要撕脸是不是？啊，那让你点你就点得了。那你这样，点一个。实在要点呢，你给我点个鸡架吧。你从小不爱吃鸡吗？那玩意儿有啥不能吃的呀？快上吧，上去下完了，取5瓶啤酒。哦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哎呀，搁这能遇见你，咱就是缘分。来，哥，兄长，不信我不怎么能喝酒。我代表观众
感谢你给我们带来快乐，来。行，我代表全场谢谢你啊。兄弟，留个电话，以后联系联系，好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电话不能乱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兄弟，真的。哎呀，哥给你留个名片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铁西这片，提我，大呲花，好使。大呲花，你倒腾烟火的哥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好喝点酒。喝酒跟呲花有什么关系？老对瓶吹嘛，一吹多了。啊，这个吃花呀！但是你提我好使，提我好使啊！好好，行，真是缘分。电话，别忘了。哎呀，喝酒呢，跟我兄弟小沈阳。为什么呢？就他啊！你不信呢？来，你说两句啊！就你看，哎哥，我是你看看是不是他不？等你兄弟结婚了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面，绝对好使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纯哥们儿，我纯哥们儿啊，真是哥们儿啊。最近我又接了个大活，2亿的活，2亿。不是你欠我那20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就等你的200块钱起工了，要动工了怎么样？喂，你看这信号怎么回事呢？这信号，喂，怎么？喂，不是兄弟。铁西大呲花，哎呀，指定好使啊！有事找我啊！老公，到了，就这家。上这儿吃什么饭呢？哎呀，德胜他家特色可好吃了。啥吃的？满了吧台的地方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你没吃过，人家鸡架可好吃。从来都不上这地儿吃饭。哎呀，太能吹了！大呲花。妈呀！这啥一扔一炸的？哎。怎的了这是？老哥，谁呀？那块坐的是宋小宝。哎，宋小宝啊！哎，你好，你是宋小宝老师吧？对，我是老师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打扰你了。没事。你跟我照张相呗。行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。老公，快来呀！快来，老公，快点。干啥？快点，我照张相。谢谢你了啊！客气。来，哎，你照着是啥样？那么近能照着？我照的不好，你自个儿照啊。自个儿照就自个儿照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宝哥啊。咱俩自己站，来，一、二。宝哥，你笑的不太自然，你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我老公在这你不好意思啊？没有事儿，他可大度了，他也喜欢你。那咱俩这边站，来，咱俩这边，来，宝哥，哎呀，你离我近点吧，你，一二三，宝哥，你谁呀？大吃花，不是，那什么，他是宋小宝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。宋小宝啊，嘿，大腕儿啊，不是什么大腕儿，不，你这大腕儿怎么上这吃饭了呢？还得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等等，等等啊！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，先让你点点什么？说，来，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，这样，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了浪费。不是，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你，对不对？点吧，不是，没事，再点吧，我老公有钱，不是，无所谓，请你啊，真不点了，点，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块就点一个鸡架啊，够吃了，十个鸡架，两箱啤酒，齐开，来，这不是，老公，不是，我不能喝酒，哥，啥玩意儿？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外边混不会喝酒啊？啊！但是这桌上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四花，不怎么的，瞧不起我谁说话呀？来，不是，我敬你，我干的，水。玩的啊！
玩来了吗？我真不能喝，您喝多了。不是老公，不是现在刘德华过来敬你酒，你不喝呀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啊，喝了，给面子不？难为人，给面子不？啊，不要，我替你。不，你干啥样啊？啊，你干啥呀？他都说他不能喝了，你还非得叫他喝干啥呀？不，怎么他不能喝你就替他喝呀？那我不能喝，我喝娃娃吐水，你咋不替我喝呢？哥，这事儿吧，咱不能怎么的，我就替他喝口酒，你不愿意了？他不是我。这家伙，这大腕儿也玩文玩啊？啊，你们家喜欢盘一盘吗？啊，喜欢这个啊。哎，正好我有爱好，燕儿来，你把我这对给我拿着来。不是，这个我自个拿来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还爱玩这个，哎呀。来吧，看看我这个啊，我这盒就是小叶紫檀的，好好东西。来看看我这对儿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看看品相来。哎，你这对儿可好，太漂亮了，好啊，嗯，送给你。哎呦，送给你，我家里有啊，我家里有，家里有啊，嗯，干啥的？玩的。啊，你家里有那留玩的？嗯。你来个偶像，我给你加个菜不行吗？你太过分了，怎么的呀？从进屋开始你就阴阳怪气的，我不就跟他照张相吗？我就喜欢他了，怎么的了？我就照了，怎么的了？那你还想怎么的？照相有你那么照的吗？连搂带抱的？对呀，我喜欢他呀，我就照了，咋的？来，宝哥，再给我照一个近点的，来，搂上照上，来，一二，哎呦，拿去，拿手，来，哥，照拿去，就你照一个，把那黑手给我拿去，拿不拿去？你咋那么熊呢？就照一个还能咋的呢？什么叫咋的呀？啊，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干啥？不是，没有你事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俩指手画脚什么意思了？你这怎么的呀？怎么的？你站着我吗？你别抢了，你站着，你不是你站着我吗？你是老爷们吗？我怎么不是爷们啊？就这么点小事，我就跟别人照照相，就知道你这样式的，那以后过日子还长了呢。就这么点事你就容不下我，我以后跟你过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过了，我。你过不过还有怎么的？你过不过的呢？还你过不过？我还没有你还过不了呢。我还这么这一年呢，我过不过的？我这一年我没过了，过不了，滚吧去！不有你能啊？燕儿啊，燕儿啊，我错了，燕儿啊，燕儿，哎呀，燕儿。饭吃这个憋屈，鸡架吃不进去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啥啊？先生，你还点点啥？不点啥了，这都没吃了呢。啊。抻面、拌菜、花生米，一共十七、二十，找我三块。大哥，你这咋算的账啊？这是你点的，这些也不够啊。这些不是我点的，不是，你是你这个是你先前点的，是十七，那后期这点不都在你桌上的吗？后期是当时花他们点的，就你说那人我不认识，反正我就知道坐你桌上，你不你朋友吗？坐我桌上也不，我根本就跟他们不认识，不认识你们坐一桌，反正我不管。你看你告诉啤酒都起开了，完我也退不了，计价你必须得把钱。我打电话啊。那行，你先打着吧。喂，媳妇儿。出门走着急，没带钱包，点菜点冒了。完了，喂，你看，还没电了。这你吃，这不是？大爷，哎呀，当个明星也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一会儿喝酒，一会儿照相的，饭都没吃好哈。哎呀，没事，习惯。赶紧吃点。不吃了，吃饱了，大爷。哎，宝啊，那个我到时间了。我要回家了啊啊！以后常过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走了啊！你忙大爷啊！哎，再见啊！你慢走。哎。你这样，我把手机压这儿，我回家取钱去给你啊！不是，等会儿，哥。哎呦，你压手机干啥？不用，你账算完了。谁算的？我刚才走那周叔给你算的。他是干啥的？周叔啊，他老爸原来在咱店里干活来着。啊，这两天有病了，可能还挺重，住院了。住哪医院呢？市医院。住市医院。啊。
旁边。哎，这你把你电话借我一下。我电话呀。嗯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打吧。喂，媳妇儿啊。